这个空气打滑，儿子你就来了，滑的滑他一样滑出去。我跟阿生都撞过两三次，我们就碰一下而已啊，没有撞下来啊。有了，第一次，他狗头一次而已啊。阿三啊，阿三就我了，后来后山碰过一次啊。有啊，你的 racing 所以你危险的，你会不会更多？不，北京啊，北京啊，你要换车吗？对对对，下去讲一下，来啊，要不要剪？要不要下？这是这是，他关键是就跟衣服很关系。哇，现在是懒得修跟学修，现在之前都修，不是，哎呀，又北，所以我们的后来就是你哎，伤了就回家玩，搞一搞，明天早上又来又烧，还有随便搞一搞。以前没有了，你看什么撞到回去马上就贴第二次。我说真的，有没有这个价值？我很简单，你买一只新的，他妈的10000多块，收一收也5000-6000块，你不如买一只新的。